伦三十号出席鬼太郎特展，说起自己平常对于鬼神这件事，可说是相当敬畏。嘿，开玩笑说，其实平常录影也是有被鬼纠缠。实境节目也跟鬼合作，一个是实体的，一个是可能会穿透的。我觉得鬼鬼本身也是一个很吵的妖怪。开玩笑了，不要恨我。他现在这么忙，有没有时间看这些其他的东西？再降193周。直播间有90000人，欢迎大家！超好使9.9，新年七星换五双，五双到手8.8。没有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存之道了，所以我都是祝福的心态。那我自己有我自己很明确的目标要前进。未来会想要往直播方向？说真的，我没有考虑。因为他就是跨年，就是有没有一些环节可能会透露？演唱会里面的有一些桥段，我会搬到自己的跨年里面去。然后这几天也是在如火如荼的练舞啊，会有刚刚说的这些肉体，就是一定会有的这样。我只担心会不会太冷，对，因为腹部一吹风可能就会感冒哦。对腹部健客的意思，对腹部健客。OK。光是这样听，已经太想看了。